家，无忧无虑嘻嘻哈哈。可我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新世界，狗熊岭还是像往常一样那么安静。别跑！站住！你快给我站住！快还给我！站住！别跑！还给我！快把小斧头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哼，安全到了就是俺的，不还不还就不还！哇！别跑啊！站住！别跑！来呀来呀！不给不给！甩个屁股墩儿！哎，我的小斧头！熊二，你干啥呢？叫这么大声，你都没听见？站住！快走，熊二！别跑！这边。哦。怎么不见了？哥哥还在的呀。我的小斧头。跟着脚印就知道了。在这边。脚印怎么没了？好大一棵树啊。这是什么？蝴蝶，别跑！抓到你啦！哇，好美呀！小蝴蝶。
舒服多了。熊大，你别爬，给本王子看看。不给不给就不给。熊大，去给我看一下。好多小动物啊！不给，就是不给。熊大，快把小斧头给本王子。这可是俺的战利品。哼，谁都不给。本王子才不稀罕你的小斧头呢。熊大，熊大，你看，啊，喂，那是我的小斧头，快还给我！你们快看，一只没有毛的猴子，它没有尾巴，好可怕呀！这是我的小斧头，还给我！这是你的，那你叫叫他，看他答应不？我不管，这就是我的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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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吵了，熊大，老师说了，不能拿别人的东西。快把小斧头还给人家吧。就是就是，老师说过，拿东西时要经过别人同意。给我的小斧头，我要回家了，再见。好疼啊！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怪物，怪物。哪有什么怪物？你我没事的，小朋友别怕。小宝贝别哭泣，做个勇敢的宝宝。小宝贝别哭泣，我们都爱你。对了，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叫光头强。光头强，你好。同学们，快来和这位小朋友打声招呼吧。俺叫熊二，俺也要抱抱。我叫小月亮，我也要抱抱。俺叫熊大。我叫蹦蹦，蹦蹦，我是橘橘王子。我是毛毛，俺也要抱抱，老师，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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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光头强，和大家一起去玩吧。嗯，好漂亮的小虫啊！哎，大家快来看呀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哇，好漂亮，好看，好看，小虫虫，好漂亮。我这里有小汽车，你们要玩吗？啊？小汽车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快让本王子瞧瞧，瞧瞧瞧瞧！汽车，汽车！大家快来玩滑草，滑草可好玩了！我要玩汽车，让我玩一下嘛。汽车有啥的，滑草才好玩呢。知道吗？这个小汽车跑得可快啦！真的假的？跑得比我还快吗？比你快多了，咻的一下就能跑到你想去的地方啦！哇，那小汽车可以开到月亮上吗？能吗？能吗？当然可以啦！哇，熊大，汽车好棒！你们谁要玩？谁要玩？俺也要玩！俺也要玩！还有俺！俺要玩！那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我说强，那小汽车好棒啊！熊大，怎么不和大家一起去玩呢？他们不跟俺一起玩花草。啊！给我看看。那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去玩小汽车呢？熊大，去试一试吧，也许你会发现小汽车也很好玩呢。轮到我了，熊大，跟我们一起玩小汽车吧。熊大，快来一起玩呀！来了来了！听我说，
其实真正的汽车有这个玩具汽车100个那么大。那俺的滑草板跟你的比谁快呀？嗯，要不我们来比比谁更快吧。比就比。准备出发。来呀！今天玩的真是太高兴了。这个树洞是我们的小秘密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嗯，那俺们来拉钩。拉钩，笑笑，100年不许变。光头强，你的帽子。谢谢熊二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我还会再回来的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认识了好多的新朋友呀？快去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幼儿园的一天，大树幼儿园上课了。小朋友们都在干什么呢？啊，嘿，小瓢虫，让俺熊熊大侠嘿哈嘿耶来保护你们。小瓢虫，小瓢虫，你别跑啊！熊大，你慢点儿。妈妈，俺知道了。这孩子，妈妈，俺不想跟你分开，俺想你跟俺一起上幼儿园。妈妈，妈妈，跟俺一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俺不要一个人去。熊二，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又不想去了？幼儿园里今天肯定有好多好玩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去帮妈妈找一找，回来告诉妈妈，好不好啊？熊二最棒了。就是，幼儿园里可好玩了。熊二，快走吧，俺们快要迟到了。看着点路。熊二，你快点呀！妈妈，妈妈。好好好。看，猫头鹰老师。老师早。早啊，萝卜头。让开，让开，又迟到了，又迟到了。记住，儿子，等等我。我来了，熊二，快进去吧。蹦蹦，等等啊！去吧，熊二。你看，小朋友们都进去了。不要不要，俺不去幼儿园，不去不去。妈妈，俺们回家吧，明天再上幼儿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妈妈，不要不要。你不是答应妈妈要上幼儿园的吗？可是俺怕。熊二不怕，熊二最勇敢了。熊二。早上好啊，熊儿。怎么哭鼻子了？老师。熊儿，老师这里有好吃的，你要不要过来吃啊？好吃点。快来，跟老师去看看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早点来接俺。好，听老师的话，放学了妈妈就来接你。俺知道了。熊二，你终于进来了。熊大，没事的，熊二。熊二，你看，好大的苹果呀！猫头鹰老师，新的文具到了，可以发给同学们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猫头鹰老师，俺跟你一起吧。熊大，别走。熊二，别怕。你可以先跟吉吉他们一起玩，去玩吧，熊二。俺一会儿就回来。熊二，咱们一起去玩捉迷藏吧。俺不玩，俺想回家。好吧，毛毛，那我们去玩捉迷藏。走喽，我们去玩捉迷藏。走走走。太阳咋还不下山呀，妈妈？吉吉，站呢站呢，哎，赵呀，
抓不到。还有金桌子，嘿，这里还有这里。抓错了，金钻子，我帮你抓萝卜头。哎，毛毛，毛毛，你犯规了！笨娃子来啦！放开我！金钻子，我是毛毛。咦？熊二也想玩啦？哦？嗯，嘿嘿，咦？哎呀，抓到你了，熊二，轮到你了，赶紧戴上吧。金钻子好棒，金钻子好棒。那当然。小朋友们，到大黑熊老师这里集合了啊！集合了，集合了，集合了。啥？大黑熊老师？他的鸭子好可怕呀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少了一个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还在玩捉迷藏呢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抓到了！楞个里个楞啊，枪咚枪，楞个里个楞呀，枪咚枪。最后一个小朋友也找到了，现在是户外活动时间，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出发吧！大黑熊老师好像也没那么可怕，走了！好好玩，要注意安全。上来了，滑梯这么高，没有本王子保护你们，那怎么行？哎，快快快，我成功了！转快点，转快点！好慢呐！不行，好累，我们实在是转不动了，实在是转不动了。俺力气大，让俺来转转盘。好啊，快点快点！好像力气太大了。看我的！蹦蹦好厉害呀！熊二，你早上怎么不高兴啊？因为俺想妈妈了，俺刚从姥姥家回来，俺还不习惯上幼儿园。今天是俺第一天，不是第二天上幼儿园。原来你刚从姥姥家回来呀，难怪你说话的口音怪怪的。俺刚才早忘记想妈妈了，反正俺就是想妈妈。我也是。超级超级想妈妈，还有还老想回家，
老想哭。都是胆小鬼，本王子什么都不怕，最勇敢。吉吉骗人，吉吉刚来的时候老哭鼻子。跟个小宝宝一样，真的。哦，俺明了白，原来大家离开妈妈，离开家，都会害怕呀。不是明了白，是明白了。明了白，明白了。再见，老师再见，熊大熊二，妈妈。妈妈，俺今天看到了好多好多虫子呢。妈妈妈妈，俺今天没有光看太阳，也没有哭鼻子，也没有老想你。熊二可真棒。俺还和好多小朋友一起玩了呢。这有什么，妈妈，俺表现得可棒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俺表现得最棒。熊大熊二，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。走，咱们回家吧。再见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刚上幼儿园，和小伙伴们是咋样相处的呢？快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。再见。虫儿飞飞。大树幼儿园上课了，大黑熊老师带着小朋友们玩沙子。一二，向左转。小朋友们，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，大家就在沙坑周边玩耍，不要乱跑哦。知道了。好，解散。解散。我要垒一个城堡给你们看，而且是最大的那种。哼，吹牛，本王子垒的肯定比你的大。熊二，开饭啦。啊，请坐。等俺先搬个豆子。熊二，这是沙子汤。哇，小心烫哦。啊，哎，真好喝。嗯，阿啾，呀，喝完了。熊二，对不起。哟吼！你看我画的圆多大？不对不对，我的最大。我去找熊大来帮我画一个更大的。熊大，俺在这儿，俺在这儿呢。看好了。哟吼！熊大。小虫虫，小虫虫，你别跑啊！好大一个洞啊！原来是萤火虫。哇！熊大，我明明看到熊大掉这儿了，怎么不见了？熊大，熊大，你在哪儿啊？熊大，熊大，你快出来呀！熊大，熊大，熊大，你别吓俺，快出来呀！树洞这儿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边，树洞那边。树洞，熊大，俺在树洞里。大家快来呀，熊大在里面呢。熊大，熊大，你们快进来，有好东西。好东西，好东西。哈哈哈哈。
只小萤火虫没有发光。哎，你不会发光呀？小萤火虫，你不要难过，俺们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。对呀，啊，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。让本王子来帮助他吧。毛毛，看我的，我有办法让小萤火虫发光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哇哇哇！贝贝红，哇呜哇呜！吉吉，快住手！你这样做会把他吓坏的。我以为吓唬吓唬他，他就能发光了呢。哎，让我来。哎，我觉得肯定是他的零件坏掉了。我家的手电筒也是这个毛病。你看看呀，他都被你晃晕了。花头强，你这样做太粗鲁了。是不是小萤火虫太久没洗澡了，要擦一擦才会亮？洗澡子了，洗澡子了。给你看。啊，你们快把它弄哭了。熊大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它。要不咱们还是先去问问老师吧。才一会儿，孩子们都到哪儿去了？老师，老师，萤火虫不发光，你快看看他吧！看看他吧，老师。是啊，是啊。孩子们，你们都去哪儿了？上课时间是不能乱跑的。老师，俺们见到一只萤火虫，它不发光了。是萤火虫。老师，快想想办法吧！对呀，它不发光了。老师，爸爸，你快帮帮它！孩子们。你们知道萤火虫为什么能发光吗？为什么呢？萤火虫是需要吸入氧气来产生氧化反应，肚子上的气孔吸入的空气越多，发出的光就越亮。也就是说要努力的呼吸咯。这就是它为什么会发光的原因了。来，熊大，把它给老师，让老师来想想办法。啊，给。这样吧，昆池园里空气湿润，是萤火虫最喜欢的地方，咱们去那里试试。好呀，去昆池园喽。小萤火虫，你终于醒了。太好了。孩子们，我们晚上加一节昆虫课，帮小萤火虫发光好不好？好。别吓到他，你们看，他动了。小萤火虫掉水里了。他在洗澡。小萤火虫，你没事吧？他飞起来了，太好了。小萤火虫，他出来了。它咋了？怎么还是不亮？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呀，小萤火虫，你咋了？好像还是没亮呀。小萤火虫，别灰心，俺们陪着你。对对对，我们陪着你。你要先飞起来，努力的呼吸就可以发光了。俺们会为你加油的。小萤火虫，你咋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他哭了。别哭，别哭，别哭了。孩子们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小萤火虫是可以做到的。加油啊，萤火虫！失败了没关系。小萤火虫，别难过，俺们陪着你，俺们会给你加油打气的。俺也会陪着你的，加油，加油！飞吧，小萤火虫。小萤火虫。
也想屁股发光。嗯，我看看。哎，没有发光嘛。哎，亮了，熊儿的屁股亮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是小萤火虫。啊，太好了，啊也可以发光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了吗？快把你们的答案告诉爸爸妈妈吧。小朋友们再见。去野营。美好的一天，大黑熊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去野营。集合啦。第一个。小朋友们好，咱们幼儿园准备组织一次野营活动。野营是什么？是什么呀？野营就是一起去校外活动，与大自然进行一次亲密的接触。野营活动中有比赛，比赛还有好多游戏，游戏还可以学知识。大家想不想去啊？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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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在野营中要注意安全，不要私自离队哦。有什么情况要及时跟老师说。这是咱们的队旗，挥一挥，排好队。咱们明天就出发。小手拉小手，一同去郊游，亲亲绿草地，抱抱云悠悠，走过小溪流，翻过小山头。哎，有水。哎呦，小朋友们不可以踩水哦，这样会弄脏你们的小脚丫的。要像老师这样走，哎，慢慢走。翻过小山头，自然自然美无限。孩子们，下来的时候要小心呐。好。好，慢慢下来。哎哎哎，姐姐，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哎呀，慢点慢点。嘿。蹦蹦，不要乱跳。哦，老师，抱。哦，好。自己走啊。嗯。哎，熊二，就剩你了。来。好样的，熊二。我们继续走。野营，野营乐无穷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第一个活动，我们一起来搭帐篷。不过要当心，树枝有刺，可千万不要扎到手哦。走，现在就跟着老师去捡树枝吧。好。我们先用木条搭好支架，再盖上棚子。来，跟着老师一起做。嗯。大家看仔细喽。哎，俺会了，小大。啊，这帐篷咋弄呀？老师，俺搭好了。嗯，熊大真不错。熊二，你也要加油啊。快来看看笨王子的杰作啊。嗯，有想法。完美。哎呀，好舒服呀。熊二。哎，熊二，你怎么还没搭好？俺已经搭好了。就这样啊！啊就俺的帐篷，对不起。孩子们，知道它叫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个呀叫蓝莓，酸酸甜甜，营养丰富。大家去摘点过来，先别急着吃，记得要先拿给老师看看哦。好。每人一个，照着这个样子找啊。老师。熊二，你把它吃了，待会儿可咋找啊？熊大，里面不是还有个蓝莓吗？俺待会儿和你一块去找，不就行了？啊啊！放心放心，你那个俺保证不吃。记住，蓝莓是蓝蓝的、胖胖的果子，可千万不要摘错了。知道了。哎，俺找到了，这颗就是。
熊二，熊二，快过来！哇，熊大，俺们来比比谁摘的多，好不好？好。熊大，肯定是俺摘的最多。熊二，住手！住手！咋了？你看清楚，这种果子是红色的。老师说，只能摘这种蓝色的果子，万一等下吃坏了肚子，就麻烦了。哦，俺知道了。孩子们回来了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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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大家都很棒。老师等一下去把带来的水果和蓝莓洗干净。现在你们要去完成一个新的任务。什么？大家去森林里面找一些能发出声音像咕噜噜噜的东西，咱们来举办一场音乐会，好不好呀？你看，天上那朵云黑乎乎的，会不会下雨呀？快走啦！熊二又跑哪儿去了？这里，这里，妈妈，快点！上面，上面，妈妈，小心！哎，熊大，熊大，你去哪儿了？乐器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你看，小青蛙咋做乐器啊？熊大，快看看本王子找的，噔噔。这不是蝈蝈吗？青蛙、蝈蝈，这咋表演啊？是光德强吹的。好好听呀、啊！哇，光德强，这是树叶吗？你是咋吹响的呀？好厉害呀！那当然啦，这可是我老爸教我的。那你能教教俺们吗？对呀对呀，教教俺们呗。教教我，教教我，我再吹一次，你们认真看哦。好。看来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老师，我学会了吹树叶。老师，俺请来了青蛙先生。我找到了蝈蝈。老师，老师，俺找到了木桶。好好好，现在我宣布，音乐会正式开始。多么美妙的音乐会呀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青蛙先生，小蝈蝈，给我站住！青蛙先生，站住！青蛙先生，我们也去帮忙吧。咱们来给他们加油吧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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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会。哎，瞧瞧咱们的野餐多丰盛啊，除了蓝莓还有其他水果。俺喜欢野营。下雨了，孩子们快到帐篷里去。来，孩子们快进去。孩子们都饿了吧？我们一起来吃午饭。俺先吃了。我也是，真好吃。俺吃饱了，俺先躺会儿。就大家快来看呀，彩虹出来了！彩虹，
好漂亮啊！小朋友们，现在大家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们为什么要来野营呢？我知道，因为我们要来搭帐篷，俺们要来吃果子，我们要来看音乐会。你们说的都对啊，野营呢，就是让大家去探索大自然，学会与大自然相处的本领。那下次我们再来野营好不好啊？小朋友们，野营是不是很有趣呀？记得要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亲近大自然哦。小朋友们，再见！爱哭的熊二。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，多么美好的一天呐！行，熊熊二，该上学了。擦擦脸，擦擦脸，要迟到了。哎呀，熊二，妈妈都跟你说过了，晚上要收拾好书包，你咋老是忘呢？俺跟你说话呢。哎，熊二，你咋又睡了？去醒醒，别睡了。熊大熊二，快点。知道了。来，快把书包背上，走。等等，又咋了？书包开了。熊大熊二，你们好了没？快点！你们先走吧，俺们马上就来。熊二，你快点呀！熊二，你快点！俺的铅笔盒呢？迟到了，迟到了！哎，熊二，俺先走了，你赶紧追上来啊！熊大，你别走，你别丢下俺！别哭了，熊二。你看，上学的路都走了多少遍了，你自己可以的。不嘛，熊大，俺怕。熊大熊二，早啊，山羊爷爷。现在可不早了，下次你们俩要记得早一点。下次不会这样了。快进去吧。谢谢老山羊爷爷。谢谢。快点，熊二。开饭啦！孩子们，都拿好了啊。谢谢老师。熊二，为啥换俺的苹果呀？俺的苹果比较甜，就想给熊大你尝尝。但是俺不想换。拿去吧，俺就试试你的是不是比较甜。你们好了没？还没呢。可以啦。熊二，过来抓我呀！来呀！熊二，你抓不到俺，来呀，熊二！别别别！熊大，快来啊，熊二！熊大，来呀！你别跑，小心脚上。又要哭了。熊二，你摔疼了吗？俺看看，腿没伤着，屁屁也还好。痒，一笑就没事了。你不要总是哭嘛，你自己也可以爬起来的呀。熊就应该有个熊样。打游戏继续吧。俺这算抓到你了吧？太棒了！哇！孩子们，谁来回答这道题啊？我会。俺也会这道题。让我来回答。我也会，我也会。我来，我来，让我来。不要叫俺。
不要叫俺，老师熊二。熊二，你来回答吧。两个苹果加一个苹果，一共有几个苹果呀？苹果，一个，两个。俺记得看过这道题，又给了一个，又多了两个。熊大，老师，俺知道。熊大别着急，我们让熊二好好想想，好吗？两个，两个，熊大，三个，三个苹果。老师，是三个苹果。那三个苹果再加一个苹果呢？这次让熊二同学自己思考，好吗？四个苹果，老师，四个。那四个苹果再加一个苹果呢，熊二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加三。去了，咋还没出来呢？熊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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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大不见了，熊大不见了！熊二，你怎么又哭了？俺找不见熊大了，俺不敢一个人回家。别哭了，熊二，我好像记得熊大早就走了呀。熊大，你为啥不等俺？熊二，说不定你跑快点还能追上熊大呢。真的？光头强，那俺先走了。熊二，俺来了。熊二呢？光头强，你看见熊二了吗？你怎么在我后面？你不是早就走了吗？哦，刚刚萝卜头的球卡在树上拿不下来，俺过去帮他，所以才来晚了。熊二呢？啊，我以为你先走了，就让熊二去追你了。啥？熊二？熊二跑的可真快。都快到家了，咋还没看见熊大呀？谁在那里？熊大，俺怕。还好追上了。啊，俺可是很厉害的。熊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。原来是只小鸟呀，也没啥好怕的嘛。回家。熊二变勇敢了。晚餐铃响了。对了，俺还有一个大苹果。这是俺的作业。熊二，你来回答吧。就拿石子来当苹果吧。那四个苹果再加一个苹果呢，熊二？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三。熊二加油啊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。四加一等于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我。终于知道了。耶！俺弟弟真棒。天快黑了，
俺得赶紧回家了。熊大，俺做到了，俺自己回家了，俺还会算算数了。哎，熊大呢？俺在这儿呢。啊，熊大，你咋在俺后面？你不是早就回来了吗？熊大，俺能自己回家了，俺还会算算数了。俺算给你听啊，一加一等于二。熊二最棒了。小朋友们，俺们已经长大了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不要哭，不要怕，开动脑筋想办法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，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，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，哦，大自然远比心更宽。哦，出发吧，让这氧气翻，哦，奔跑吧，什么时候都不晚，哦，去探索，只要你足够勇敢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别再烦，有我陪伴，牵你手，风拉开降落伞，这天地值得我去体会，去追赶，去赞叹。哦，旅途上有你有我，太多新奇等待发现，不愿生活太平淡，就停下尽情奔放，无忧无虑漫步天间，自由自在尽情呐喊，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努力向前。